我早已发动昊天世家在北主所有的势力，但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关于叶辰的消息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不做打扰了。等等，父亲就在里面。那小姐，秦公子家主正在建一位重要客人，你可是有急事相召？ 你打算一直这样找下去吗？我相信叶辰一定还活着。如此，便只能长言回眸后说了。抱歉，我先送你回客房歇息吧。贝影，仙子，那是我家大小姐未来夫婿秦羽。秦羽，想来是我看错了。 第一场比赛由昊天世家与阴阳世家对战，家主，让秦羽公子最后出场吧，更能增加胜率。这个规则甚是不错，我喜欢。不过我觉得还可以更快捷一点，你们阴阳家的一起上吧。秦羽要一条酒，这小子够嚣张啊！怎么一上来就这么刺激啊？秦羽。 别冲动！我一时失言了，还以为他真行呢，原来怂包一个。昊天世家的人说话怎么就像放屁一样？你插什么嘴？我只是想到还有更省时间的办法，袁家也一起上吧。你说什么？同时挑战18个？这秦羽疯了吧？这昊天世家是要送上门给我们吃吗？哗众取宠罢了。 七小友，莫要妄言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家主，快让他下来吧。真以为打败李修明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呢？对付你一个人就废话真多。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人，我家主。 看错吧，排名40百里端木被一巴掌抽飞，这秦羽这么强吗？还是你的嘴比较硬，抽得我手疼。秦羽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你是刀阵，听说百里端木为误此阵，在密室关了3年，这下死手了。 山高百里，玩刀，谁不会是？你！啊！ 我不是昔日的陈湛，你亦不是昔年的穹苍。往事如尘散，荒古圣剑还原陪我吧。我替你延续万古前的夙愿。曾经的穹苍睥睨天下，你只是一个由他死前恶念和10万大山怨念结合的邪灵而已。你也不过是陈湛的一道残念，我倒要看看能不能挡我一刀。 转魂无门！
你我早就已死，何来的不死不休呢？好，很好，那就请你再去死吧！只要能得到荒古圣器本源。 千辛万苦凝成的真气焰之王，妖灯，那是我特意吩咐，他专以怨念、恶念、意念为燃料。 但别忘了，这是在我的神库。 发生什么事了？神库的力量在朝某个方向汇聚，快跑吧！力量虽不及巅峰期的万分之一，但灭邪灵绰绰有余。 我不甘心。